你这几年过得还好吗？林大师。我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？咱们站最近不安生，不闹的间隙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敌人更复杂，怎么可能是老人、女人、孩子，甚至是你的朋友？可能因为我们调查的不够仔细。如果你害怕做错，你就可以滚回南京去。下次再进这个房间，你动手来人。我们只能通过利用和欺骗别人感情的方式吗？对啊。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，哪怕会让我流血，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。学校教我们，加入特务处是为了报效国家，现在这么做算是报效国家吗？你的信仰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一个人，信仰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和战斗中得到检验，最终方能达到坚定。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现在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我期待着同志相称的那一天。只要还在一条路上，终究会幸福。我们共同期盼着胜利的那一天。